有人帮我的话我就学 E 了，没人帮的话我就学 Q 了，啊，没人帮我学 W， 有人帮的话学 E 了。那是 F6 开的。这把我没点攻速，我点的双攻击力，但是我点了一个欢欣加攻速。只要不卡平 A 的话，刷野的速度还是可以的。还行，他上路的线是背推的，那还可以啊。这把中下都有线选，往下刷挺舒服的。拉一下，烫一下。哎。磕个药吧。奇怪了，这诺手人呢？他知道我在上半区啊，但是也没必要这么稳吧？头都不露了，直接。他们 EZ 没闪。哇，他好稳啊！他直接回家了，一点gank机会都不给的，他根本不可能给你机会，你知道吧？他知道我在上半区的，然后他就直接回家了。只要石头人不是先过来的话，这波龙就可以打。左一把石头人看住就 OK 了。
Double kill. 还行吧，只不过龙拿了灵魂二啊，有点亏啊。机器人有闪，我们这边没有闪辅助，没办法拉开，给他变身了直接。他这不要是第一时间有闪现拉开的话，这不还可以、啊。然后石头人也是先来的，相当于一换二，但是拿了条小龙，感觉挺赚的。毕竟小龙拿了。我靠，这泰坦为什么？右手没双招的，为什么不上啊？妈，他没闪现呢。他直接裸了个水银鞋，就得赶紧上了。哇，这凯南要玩 AD 凯南啊，做了个攻速鞋。这波石头人大招可能好了，这条龙得给石头人有大的一个。石头人的大招威慑力还是有的，可以帮中路反蹲一下。感觉石头人大招好了，左翼应该要来过来杠。这 Q 不应该这样的交的呀，就盯着对面最薄弱的点猛攻。五百王好像在上，五百王靠了呀，石头人，石头人，石头人在靠了。这就不可能给你机会的呀，不会过来保我了吧。他有分离者呀，不好秒。直接做掉。他把我一闪伤害堵了。
我操，我被沉默了 ，QR 放不出来，好痛苦啊！哇，第一时间 QR 放不出来啊，兄弟。睡到了吗？这不，哈哈，闪现吃了个睡，石头人，石头人闪现吃了个睡。来不及了呀，你们打野刚复活呀。你们的打野刚复活呀。这把泰坦玩的挺顶的。这泰坦玩的人很舒服，你知道吧，心情愉悦，你们懂吗？这泰坦玩的真的让人心情愉悦，就太爽了，玩的这种辅助真的玩的让人心情愉悦，你知道吗？玩的人想笑笑着玩，太爽了，这种辅助，这是软辅给不了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软辅给不了的感觉，玩的太舒服了，这个辅助。我操，我他妈的这也能睡到我的。一了，这把稳点打团啊，稳点打团就拿下了。这把只要稳点打团就拿下了，不要犯病啊 ，KZS 不要犯病。这把赢了，今天上100分。这把赢了，今天就上100分了。这终于开始上分了呀！我操，妈的，连续掉了那么久的分。今天终于开始上分了，这把要是赢了，今天就上了100多分，100零几分。今天开播690几。我操，好肉啊！我左一的 Q 感觉没什么伤害呀、啊。
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要过来跟我拼场吗？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 其实我觉得对面这把中上换下线可能好点，木手打左移，石头人打凯南还挺好打的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的新麦克风马上就到了。今天已经是27号了，新麦克风明天就到了，28号到。 忍一下啊，忍一下。妈的，还好我把龙打了。真的，这波还好我把龙打了。我要是跟他们去浪的话，这波第三条龙又出问题了。还好我把龙打了。聪明的一。 好像很多盲僧主播都不播了呀，是吧？很多厉害的盲僧，好像现在直播，好像现在直播盲僧里面好像就我最厉害了呀，我的分也是最高的呀。 二级点一是为了你 Q 空，你万一 Q 歪了你就没伤害了，但是你点二级一伤害很高，二级一不容易空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 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说的这三个加分加起来都没我一半高啊，好像。就你说的这三个盲僧，你这三个盲僧，就三个人分加起来都没我峡谷之刃一半高。我峡谷之刃1500分，一半是750分。 crazy。 玉天文哥，韩服第二，他要是韩服第二，你老爸就变成兔子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除非你老爸变成兔子。
非你老爸变成兔子，懂不懂？哇，他先不教大招。